Morning, sir. As detachment commander, and on behalf of Marine Security Guard Detachment Chengdu China, I hereby officially retire our national colors and present them to you in recognition of the official clo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Chengdu China, effective 1000 hours, this 27th day of July,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2020. Thank you, Staff Sergeant.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尚巨调。今天是7月27号，美国大使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关闭。包括这是美国大使馆的推特的网站，美国大使馆、成都领事馆、成都总领事相应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内容。主要是视频，来表示他们的心态，表示他们的纪念。他们有正式的做法，有正式的规矩的一切，完成了这一次交割的过程。中共用钱，用他自己的方式买到了，也表达关闭休斯顿领事馆，对吧？中共关闭休斯顿领事馆，放火烧掉文件，利用外交邮电这个包裹，拼命的装资料，装在卡车上，然后走的时候把门全都给锁上，不做任何交接的程序过程。那总领事呢蔡伟发出强烈的呼声，说我就不走。然后呢自己可能是最早就走了，对不对？当美国人没办法进去，用电锯锯开进去的时候，那华春莹说了叫入门抢劫。这是一个对比的，在成都领事馆门口，在第一天中共宣布成都领事馆必须关门的时候，有人放炮竹，对不对？成都多少年不许放炮竹，他上哪买炮竹去？但他有，他放了，警察给他抓了。晚上他穿着警察的衣服一块吃，边上吃烧烤了。在第二天，在成都领事馆门口，一个老头说了，中美。这个含着眼泪说，中美本来是朋友，对不对？那是一个老人的话，但没用。一个婆娘三四十岁在那儿唱伟大的祖国我爱你，然后被保安轰走了。然后今天同样在这个就27号，在领事馆有人喊出习近平万岁，也被警察抓了。当两个内容、两部分内容对在一起的时候，我尽量给大家放视频。两部分内容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是人，一个人性的社会，一个道德的社会，一个大国的行为，什么是一个以自卑为主导的，表现出自负而下贱的品质的，他的生命品质的表达。我们对等着对比着就可以出来，对吧？礼仪，正常的礼仪，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基本的常识，你看一看他们的表达表现，你就知道什么叫礼仪了。美国驻华领事馆
今天我们带着对所有工作的骄傲和中国西南地区人民对我们留下的友谊，开展了新的工作。降下美国国旗，这是美国总领事馆成都领事馆在27号上午10点做了降旗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领事馆的分队长降旗，然后正式向总领事宣布，作为驻海军陆战队的警卫队，在这个成都领事馆作为保护国家尊严象征的国旗，因为领事馆关闭，在这个时间点我把国旗交给你。好，我把国旗交给你，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们领事馆正式关闭了。中共国旗在休斯顿领事馆降旗，谁看见了？谁看见了？所有爱国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懂得一个国家的尊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去尊重这个国家，但他们都是炽热的能够烧死人的爱国者。这欺骗、下贱、自卑都在其中。这是一个骄傲的国度，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一个国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军人为他自己的祖国而骄傲，他离开了这个地方，这是国与国之间出现的交往。那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现职的政府官员，他承接的这一份工作跟过程，他们去尊重自己的祖国，这没有战败战胜，什么都没有，那是自己的国家，国旗代表了自己的国家。中共国领事馆降旗，就像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摘下来，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谁拿它去擦了屁股。这就是今天在休斯顿领事馆那些工作人员的素质，那是休斯顿领事馆总领事蔡伟的素质，如果你把它叫做素质的话。很多国人可能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嘞，就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嘞。所以为什么没有尊严？因为自己不懂得什么叫尊严源自何处。爱国是一种狂妄的欺骗，是一种神经病的行为。驻华大使馆转载了作为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他在这个成都领事馆待了3年，啊，贵州成都领事馆负责贵州、重庆、云南、四川、西藏2亿多人，数以千计的中国学子、旅行者发行签证，相互贸易往来。那我很想念西南的人民。那这个人呢，这是一个当年的老兵，这是当年的在云南的最后一个飞虎队的成员，在抗击日本人入侵的时候，在美国的大使馆，在美国的总领事，他去见他。有谁知道？有中共官员，有谁知道他是飞虎队的最后一个人？那总领事那个是大使，对不对？美国驻中国的所有的
代表们去宴请这位飞虎队的成员。你问问习近平在哪儿？你问习近平认识他吗？嘿，所以爱国，什么叫爱国？什么叫真正的尊重？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淋漓尽，这是一个人家拿出来很简单的对比喽。成都总领事馆1985年建起的，已经成为了一个伙伴，跟西南地区，这是当年的老布什，这是当年的老布什在成都领事馆开馆时，他来到了现场揭幕。今天我们告别成都总领事馆，这是驻北京大使馆发的一个东西，在这里的人情。机场马拉松，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成都以及这里热情友好的朋友。回望30年前第一次来到四川，我跟成都的缘分还会
这是一个美国大使，这是一个总领事在讲述他的故事。他的故事，他是一个代表国家派这儿来工作的人，对不对？那你这是一个他的身份就像大使一样，他代表着美国总统。这是一个正常国度的交往，你可以好，你可以不好，两口子可以离婚，对不对？这问题并不是很大，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今天共产党把它改了，对不对？我在后面会跟大家分享，这段视频都会跟大家放出去，然后对等着去看一看中共在怎么做。二十七号，今天在美国离开成都总领事馆的时候，这爷们写的“习近平万岁”，“习近平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关你一根毛事儿啊！你神经病，对不对？你能万岁吗？你能代表别人万岁吗？当你喊出“习近平万岁”的时候，你到底你代表谁？你意味着什么？你到底在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相当相当荒谬的做法。这是我刚才跟大家前面看一段了美国人做法，那我们现在看看他中国人的做法。刚才我讲了，既有这个被带走放炮竹的，也有在那唱歌的。领事馆打包，27号降下国旗，中方上午进入了总领馆接管，建筑外面堆了很多人，有习近平万岁，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他讲述了带走了多少货柜，两个货柜，两个大箱子都走了，然后总领事馆降下国旗，一名男子举着两面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习近平主席万岁。他没说共产党万岁，这也挺绝的，他没说共产党万岁。中国不是100年前，头可断血可流，中国的尊严和领土不容侵犯，给他带走了。另外一个人宋文神也给带走了，这是警察带走他的意思啊，这是警察带走他当时的状况，很激动。这是被带走了，宋文臣也给带走了。这些他把美国人是文臣喽，因为中共说了，大瘟疫是美国人带进来的，所以他要宋文臣是这么来的。这是两个都是大国相互交往的故事，是这么个故事，对不对？在这样的相互交往的故事中，它反映出你什么时候看到在美国在休斯顿门口有任何美国人有过任何表述？没有。在休斯顿门口同样是中国人抗议天灭中共与神同行，那是同样出现的。
在两个环境中出现都是中国人，一边是反中共的，一边是说习近平万岁的。这是今天习近平统治之下出现的怪现象，在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环境都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所以我个人解释，跟大家解释过了，中共体制的环境，中共体制的环境完全是欺骗的环境。那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拿中国人当猴耍，去骗取更多的中国人的爱国的情操，对不对？爱国的情操，但他表现出来的全都是高级动物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常人的行为。在推特上有很多内容，我中间只是加了这部分，加这部分故事，我就跟大家解释了，我们就用事实一罗列，大家就明白了。那这是总领事的太太，她娶了一个台湾人，啊，据说中共的内部就是在微博上，因为她有微博，对她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强有力的进攻，骂什么都骂，那些五毛们把她妈跟她奶奶的下半身都带出来了，啊，反正她也是从那儿生出来的，真下流，真流氓。有人涛哥，你这话说的。他是带出来的，男女都带着自己妈跟奶奶的下半身。那因为习近平是个不穿裤衩、不穿底裤的，也要做皇帝的小丑。他们完全应对了同一个品质啊！我被出征，我没嫁给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政策跟我没有关系。他先生是一份工作，挣工资的工作。这个国家政策是国家首脑、国家总统他们这个参众两院定的，他只是完成他一份工作。今天的大陆人就连这东西都不懂，连这个东西都不懂，一切都把自己的情感放出去，其实不是什么情感，就是自卑、羡慕、妒忌、恨的自卑。只有自卑才会出现极端邪恶的自负的表现。那习近平是个极端自卑者，他所引用的一切人之初性本恶的一切，同样都是极端自卑者的做法。他讲得很清楚，我没嫁给国务院，我只嫁给这个男人，男人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这个。这些东西是反映出今天大陆人的这个生命品质，高级动物的品质。我讲的是这含义。正式关馆晚上八点钟团圆，然后他感慨，他为被网民们出征了，所以我只嫁给了我先生，我没嫁给美国国务院。然后他的先生有了这篇视频，我们刚才看到了，称而妻子跟当地有很多朋友。然后他就提到说，台湾出生的他曾经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他和孩子只有不到48小时订机票，在当年2月份离开了这个，离开了总领馆。他说当时就跟逃难了一样。21号，曾提到原定26号回美国团聚，结果22号接到了休馆的通知。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过，成都领事馆没有多少人，他们都已经都走了，只留下必须留下来的人。那你当你要求闭馆的时候，那作为成都总领事一定要在，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尊严。所以这是今天高级动物就连这东西都不明白，就是他没根本他也不想明白，他也觉得没必要明白。我骂了就骂了，我就这样就这么着，哎，我就这么块臭肉，你怎么着我骂死你，就这样，对吧？他这里讲述了当时的故事，说许多管许多职员家属首当其冲，一夜之间失业不知何去。是在领事馆里面大概有150个当地的中国人，150个当地的中国人全都失去了工作啊，全都失去了工作。很多人焦点放在了总领事的夫妇身上，如何如何。然后他说我相信心地光明是看得见的，没有必要删改或者关闭平台。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嫁了一个外交官，那作为台湾男女人来讲，可能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份，他蛮不错的一个先生，对不对？那先生有一个蛮不错的工作，组成了一个蛮不错的家庭。So what？ 那今天中共的网民们出征他，带着他妈跟他奶奶的下半身，你说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说你妈的下半身跟奶奶的下半身招你惹你了？生你养你，你妈怀胎十月把你生出来，你结果带着你妈下半身满街跑，你去骂人家。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伟大之处，所以他就万岁了。习近平万岁了，五毛们带着他爹他妈的下半身出征了成都领事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对比的故事。他讲了很多，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因为你看到的就是中共体制之下高级动物的那种，其实谈不上粗俗，粗俗是人，他们是兽啊，是妖精，表现出来那一份非人性的表达。感谢朋友们的支持。